我现在在成都，旁边呢是西南财经大学。成都啊，正在举行大运会嘛，有十多个比赛项目在成都的不同场馆举行。这些场馆呢，大部分呢是以前呢就存在的，新建的很少，这是为了赛后啊避免浪费。其中有一部分场馆呢就是大学里的体育馆，改建了一下。到了，西南财大是所名校，百年学府。体育馆里啊有排球赛，学校的北门。这是211工程大学，也是985工程大学，西南财经，简称西南财大，有两个校区啊，光华和柳林，后面的是光华呀。看比赛呀，要买票的，我查了一下，今天5:30有一场。这是大运会的比赛项目，羽毛球、排球在这儿，西南财大光华校区体育馆，票价是50块钱。缺票登记显示缺票登记啊，说明就是没票了呀。这是今天的场次介绍啊，今天8月2号嘛，5:30有一场预赛，现在6:02了。买上票的观众啊，大部分应该已经入场了。问了一下门口的工作人员，观众入口啊在前面200米，观看比赛由此去。就带大家在场馆周围转一下。场馆的侧面，大家能听到里面的呐喊声吗？票啊特别的难买，因为一直持续到8月8号嘛，我后面呢会尽力买其他比赛的票啊。买不上的话，就带大家在体育馆的外围啊看一下。成都今天还比较凉快的，因为几个小时之前呢下过雨。看路上的积水，这就是路口了。西南财大的另一个门，因为没买上票嘛进不去啊。这个场馆呢就带大家看完了，现在去吃晚饭呢，用手机搜个点呢。我现在在蓝点这里，浅蓝色的这一块呢是西南财经大学，去吃面吧。前面路口直走，左转，再左转就到了正反面总店，青羊区最乐面馆榜第5名。据我
正反面，这是家重庆小面店啊，这都坐满了呀。里面还有没有位？里面有没有位？啊，里面有，前面在这儿。哦，那我坐外面吧。啊，行，里面全都坐满了。拿了个菜单，干拌鸡蛋面，四川和重庆的面呢都论两卖的，一两二两三两，分别对应小中大碗了。秘制碗杂面，这个我特别喜欢吃，经典杂酱面，还有抄手粉，加料曲，冰粉，鸡蛋煎饺，炖品饮品。后面他给推荐了一些组合，汤面总销量前三名，干拌面总销量，不吃辣总销量，就从后面选了。我喜欢吃干拌的，就点这个秘制碗杂面。碗杂面呢是重庆小面中的一种啊，点个三两吧。加份红糖凉糕，再加份手工冰粉，点好了。碗杂面三两是21，凉糕是7块钱，冰粉也是7块钱，一共35。还是在里面吧，外面呢被太阳晒着呀。和其他人拼桌。哦，好的，带汤。这还有好多料，酱油、甜蜜蜜、醋、辣椒。哦，这是凉糕，这冰。啊？你点两块，我给你送两个。没听明白。我说我订单一个可以，一个就可以。本来是这个有小勺，因为我一个人嘛，他就只给我拿了一个勺子。我说可以，按照惯例请拍照。开吃，豌豆、葱花、肉末，拌一下。里面呢，还加了麻酱，特别香。面带的汤就是下面的汤，凉糕用大米和糯米做的，不太好夹呀，嫩嫩的滑滑的，下面是红糖啊，蘸着红糖吃的，冰镇的，这个只有夏天有啊。哦，好了好了，谢谢。这个要用勺子吃啊，忘记了。服务员看我用筷子夹呢，赶紧给我送了个勺子。只吃凉糕的话没什么味道，拌着红糖啊就比较好吃了。冰粉，透明状的，滑滑的。粉里面加了山楂、红豆、芝麻、葡萄干，里面也加了糖，甜口的。这两样味道有点像，但是这更好吃一点。面呢可以选辣度的，我选的是微辣的呀。这个餐馆生意也太好了吧，顾客络绎不绝。快吃完了。面的料啊特别足，明天呢去哪个场馆，拭目以待啊。